I never knew when the clock stopped and I'm looking at you. I never thought I'd miss someone like you. 还有刚刚是电话线的，不然就尴尬。各位好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中壁543的直播平台。我们的直播平台呢，这一次要跟大家分享台湾大小事，时隆关怀小故事的第三个小故事。那第三个小故事呢，我们邀请到中州科大许春花许教授来到现场。然后许老师先跟大家问候一下。各位中壁543的听众观众大家午安，大家好。那我们这一次呢，许教授可以看到他桌面上摆了很多吃食哈。他这一次呢要来分享他的辅导的一个产业，那这个产业是餐饮业，他是要来分享健康舒适哈宅经济的未来。过去我们吃饭其实很少宅经济，大家都到餐厅去吃。那我们现在宅经济开始流行之后呢，原来只是说一些包装的东西，但是舒适要去做宅经济其实有它的难度哈。那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这个徐老师，用舒适做宅经济的方法啊，那以及您现在在辅导的这个五木国际餐饮集团，它怎么样利用它的技术来进行这个宅经济的宅配？好，感谢中平。那我今天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介绍一下我目前辅导的这一家叫五木国际餐饮有限公司。那事实上它旗下还有一家就叫做公主茉莉公主蛋包饭的主题餐厅，是一个亲子餐厅。目前在彰化花坛有一家，台中有两家，高雄有一家，总共4家。所以它有4家。对，所以它应该说这个我们这个执行长事实上他是本来是日语系，那事实上后来是。所以五木其实是日语，是五种口味的意思吗？对，他就说有五种食材，有这个金木水火土的概念的五种。对啊，所以呢，他虽然不是餐饮科系本身出身的，但是他对这个餐饮很喜欢吃日式料理。那当然，对，所以他对这个，那他从在夜市摆摊做那个可乐饼嘛，日式可乐饼，后来做蛋包饭，后来做炸猪排，然后后来开主题餐厅。所以这个是很励志的故事呢。也夜市摆摊一直到变成一个餐饮集团。没错。那因为他有4家餐厅，所以他有一个中央厨房。那这中央厨房呢，等于是他本来就要准备食材给这个各分店来使用。所以呢，从去年下半年，他本来就开始想要走我们今天的主题宅经济。对，就是说，所以他宅经济是去年才开始。对，去年才开始做品项的开发。那在开发的过程呢，他就用了一个我们比较特别叫蔬肥法哈。蔬肥是蔬是哪个蔬？蔬食的舒服的蔬。舒服的蔬，肥是很肥的。很肥。对，吃了很酥又会肥。对，大家都这样讲。不过呢，我这边讲一下蔬肥啊，蔬肥实际上它是由法文的 sovas。Sovas 的翻译过来，很多发音没有非常标准。对，那苏菲它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第一，它是一个隔水加热。我刚手上就有一块我们的产品，这边一个热一下嘛，因为它的目前品牌是热一下，那强调就是热一下就可以吃啊，这个非常直觉，热一下。所以它是直接把这塑胶袋拿去热吗？对，我们就是整个隔水加热。那我先介绍它苏菲法啦，其实苏菲法在法式料理里面都是属于高级。的餐点才会用，你在路边摊绝对不会用这个，因为第一个，它这个食用级的塑胶袋，它必须要，而且它要能够耐高温，耐高温。当然了，苏菲法呢，通常它有4个条件，第一个隔水，它是隔水，有个塑胶袋，有个隔水，一定要煮的时候要放在水里面，对，可是隔水，因为我们可能特别提一下苏菲法对照，比如说各位如果煮过鸡胸肉，如果你真的拿鸡胸肉，你真的拿热水去煮鸡胸肉，煮完之后非常柴。大家知道那个柴的口感，就是非常咬，所以我们说加热鸡的话，很难咬，就是对，加热鸡的话，我们就把它吃成丝，这样你才能够入口。对，尤其是火鸡肉的鸡胸肉更是强壮。但是苏菲法它的差别就变成说，第一个它隔水加热，第二个它要抽真空。为什么要抽真空？因为抽真空才可以让热水充分接触食材本身。如果里面有空气的话，可能有些地方就永远煮不到，是因为水进不去嘛。对，所以第一个隔水，第二个真空。第三个呢，因为它是在里面煮，也就是说，你看大家看到以这条鲑鱼来说，你看大家看到肉质有没有？它的肉质在这里。那如果你是在一般的水里面煮，这些肉质在哪里？在汤里。汤料全都掉。所以它等于是它的原汁原味都集中在这个包裹里面。对，这个那就让大家都知道那个低筋筋，
你是要吃鸡肉还是只是要喝鸡精？对，一旦喝鸡精啊，你就喝鸡精就喝到，那比你吃那些纤维啊。但是呢，所以呢，第一个那肝胆，那 第三个就是说它的汤汁能够保留。那第四个就是说它的重点是它是低温，多低温？大概是摄氏70度上下。哦，它的低温的意思是摄氏70度。对，你大家都知道，我们都说，哎，这个煮饭要水要烧开，对不对？对 对。那70度的道理就变成说，它是把时间延长。也就是说，它用比较长的时间让它慢慢熟。嗯，那大家应该有听过，像牛肉也有所谓的低温熟成，是从冷冻库移到另外一个温度底下，然后让它里面的食物的酶去作用。所以刚煮开的水，你可能还要放一下再来放、這個。其实没有关系，如果加热量是无所谓了。那我现在是说它的烹煮过程，它只用到70度。大家想想，等于是这个肉，你说它没熟嘛？它真的有熟，尤其是鸡胸肉。鸡胸肉中间有没有红色的血丝就知道，所以它用70度，然后煮大概10分钟。它会煮到熟，可是如果你一般100度煮5分钟就已经。那它这个塑胶袋还不是一般的塑胶袋哦？这是一个食品级的，不含多酚啊，也就是说，所以它加热以后也不会有，不会有溶出什么塑化剂，不会、哦，这个是不会的。是所以这个光这个包材就会比较贵。对，那它又必须低温配送，所以目前宅经济我们都知道，大家可能讲说，哎，不是有 Foodpanda 有 Uber Eats 很简单，那叫就有啊，对不对？然后来就怎么样啊？那我说当然，那是一种选择，那最好就是自己煮啊。可是我们讲的宅经济，就是它锁定的就是我懒得煮，或者说我厨艺不佳，或者说我不想煮，因为今天它等于是把所有的配料哈，该加的东西都在这里面，所以你这个加熟成之后，就是等于是一道餐点。对，这样是一道餐点的哈。那像这种一小这种包装是一人份的还是？对，一人份。一人份，所以呢，他你要吃什么自己组合。哦啊，如果是说他说，我要10人份是10包还是他？就是10包，就10包。所以它的包目前主打就是一人份的。对，而且为什么一人份？其实应该这样讲，如果你家里有3、4个人，嗯，总会有一个人愿意去煮菜吧。啊、哦，是。但家里如果就你一个人，比如说中午给他加，啊，说啊，我回去外面买便当，电锅煮。anyway， 不管怎么煮，你就会发现，你如果不想用的时候，那我们这边，我来示范一下。如果说假设我现在手上有5包了哈，我们先讲这个，这是高丽菜。高丽菜的，大家如果吃到过冷冻高丽菜，知道它会烂烂的。对对，没错，真的烂烂 的，对。但是它不会烂，因为它是冷冻拿出来，现在有点硬硬的。哦、我们刚从保冰袋拿出来。对，这是花菜。青花菜。青花菜，如果你煮太熟，再去加热也会烂烂的。烂掉。那这包比较特别，这包不是饭哦，这包是健康饮食的人很喜欢吃的，叫花花椰菜饭，花椰菜饭，大家知道白色花椰菜，你把上面的那一颗一颗把它削下来，当做饭。真的吗？真的，它这不是淀粉，因为像比如说我最近在吃饭，我都说我们为了我们不是节食，我们是要减少摄取蛋白质啊，不减少摄取淀粉，像糖尿病的也不能吃太多淀粉。对，所以那这个呢，就是等于是把整颗除了上面之外，还有下面的梗呢，全部切成像米粒一样大小，像米粒一样。那这个东西。来取代饭，我跟你讲，它完全没有淀粉。你这个才几大卡，这一份才，这份100公克，我记得才22大卡，22大卡而已。是是是，哇，那个一碗饭大概200到300，对，200到300大卡。这碗饭，可是重点是要有饱足感，对，所以这是花椰菜米哈。然后这块是鲑鱼，大家看一下鲑鱼最漂亮的颜色是那种橘色的粉红色。嗯。啊，有人讲说啊，这跟煎的会不会？那这边呢？那当然有人觉得吃这样子，所以假设呢，我今天的午餐是一包，花椰菜米，然后两个菜，一个花椰菜，一个高丽菜，然后呢，我们加个肉，我们来块那个酥食的，酥肥的鲑鱼，然后最后有人觉得味道不够，这包是什么？3杯鸡，还有三杯鸡，还有三杯鸡啊，所以，它的品项目前有60几种、哦，是啊，所以让你吃不会说啊，我都每天都要吃3杯鸡啊，没有，我们很多口味啦，打抛猪啊，还有什么？我看一下，太多了，我们待会有空再好好看一下。所以呢，很多种餐都可以来做。好，那我们现在来做，因为我们要争取时间，对，因为我们大概我们就是一个准备一个这个容器，容器把它放进去，对，然后青菜，然后把、这个、所以要吃的全部放进来，那、就放进去。放满了，对不 对？放满了，我们就把它加，我们刚好煮了一个热水，然后把它倒下去，好，倒下去就好了。等等，
哎，那如果是说我如果是把这些放到电锅去煮行吗？也行也行，不过好像不用那么大功夫了。不用那么大功夫。不用那么麻烦，你要煮微波也可以，微波都记得要先剪、哦、剪开一个口嘛。哦、我就跟便利商店一样，它你热，它也会叫你要剪开一个口。哦，是。啊，我个人觉得热水最简单。热水最简单哈、哦，对。你在家里，你在如果很多人单身宿舍啥都没有，你总有一台热水，问你喝什么？你煮泡面，你就帮动你在煮泡面。可是它的味道却会比泡面好吃很多啊、哦！这个是我们做法。来，我们就先这个太烫不难，反正它现在我们让它撑个五分钟。哦。好，那我大概再介绍一下苏菲了。那对，其实我们这次辅导的计划呢，我们学界关怀在辅导，我们辅导这套公司是让，应该说苏菲哈，其实大家可以外面买到苏菲机，苏菲机一根棒子，苏菲棒。嗯，苏菲棒是什么东西？就是你就拿一锅水了，苏菲棒放进去，实际上它就是个加热棒，但是它要控制温度，维持在70%。七十度了，七十度对。然后我一般在法式料理餐厅，它是很像一个关东煮的盒子，嗯、你知道吗？啊哈，关东煮那个东西，对，就是维持在一个温度，他们用电动它固定在那个温度就对。对，然后你把东西放进去，然后所以为什么法式料理比较慢？因为比如说我大火快炒五分钟起，那100度10分钟跟对100度如果这当然需要长一点，100度五分钟，那我就15度可能只要10分钟15分钟，肯定要长。可是出来的时候就会非常软嫩啊！如果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你吃那个苏菲的鸡胸肉跟一般的鸡胸肉，你吃过你就知道什么叫差异，因为苏菲鸡胸肉非常软嫩，可是是熟的，嗯，因为它整个熟成的过程没有破坏到它的纤维。所以苏肥它这两个字话语的这个苏肥是什么意思？就是低温熟成，就低温熟成，低温烹调，就是低温烹调的意思，就是低温烹调的意思。对对对，只是我们把它翻译成苏肥啊，所以各位可以上去 Google 找一下，苏肥法都是所谓的高级肉品的处理方法。对啊，所以台湾这种做苏肥的厂商多不多？应该说台湾我。因为我们是一个食品工厂的角度在做事情，所以呢，如果说我们一般拿家用的苏肥机，对，苏肥机一根一次只能够加热多少、哦、多少，比如说等于是我把生的，假设把生的鸡胸肉包好，抽真空、嗯、放到水，然后开始苏肥机开始煮，至少煮15分钟到20分钟，那你只煮几块而已，我在工厂一定是一个大量的嘛，对，所以我在工厂有一个加热的设备，大型的苏肥机、嗯，那我目前因为呢。我刚刚提到一般都是来做肉品，那我们这次有特别提到蔬食嘛，蔬食，对，蔬食，对，也就是我们希望，因为很多人吃主餐不稀罕，可是大家都现在想要吃健康，对，都说要吃青菜，对，没错、嗯、那吃青菜我们刚刚提到高丽菜很容易烂，嗯，花椰菜口感也不好，但是重点是我们大家吃完之后，我们来听一下它还没有口感，有没有咔嚓咔嚓那种脆脆的口感，因为有时候蔬菜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煮太久会烂掉，烂掉它的口感就不好啊，因为我们是蔬菜法，所以说我把它稍微翻面一下，因为这个盒子太小，把它翻面一下，让它比较受热均匀一下，然后我大概就、欸。它这种苏肥包，它除了假设说我们要跟五木公司买的话，它是透过什么通路？哦，当然它现在有通路网站，它有自己的官网，也有透过。它、哦、自己官网对不对？对，它有透过博客来，然后呢，因为它是低温，它是低温的。透过博客来，对，博客来不是卖书的吗？哎、欸，博客来早就是个百货公司。哦、真的、哦。亚马逊，你会说它当时只卖书吗？亚马逊当时它不是只有卖书，亚马逊本来亚马逊是卖书的，亚马逊现在影片都做了，哦、所以博客来也卖。博客来早就是个百货，但它的低温的部分，低温食品，因为目前国内做这样的东西不多。不过我们要说一句比较，因为我们去看过了，比如说你目前看到市场上卖比较大量的花椰菜，事实上产品80%都是来自中国大陆，嗯，都不是我们台湾的。你看到后面有标产地，会有标产地。那我们的呢？100%用台湾本土的菜，在地产料。对，用我们在地的蔬菜。所以它的价格是比较像您刚刚提到的。价格当然相对来讲差不多高到什么程度，低到什么程度可以。你是指、哦、就是它？你刚刚那看了一小包，以这个用五木公司的、这个、哦了解，最贵的是大概多少钱？售价、哦、对售价。哎，因为我们目前网络上有排价，它网站上都看得到。这里我这就有来了，我看一下。嗯，打泡猪，哎、欸，我们看一下价钱哦、喔，价钱在这边。最贵的是什么？最贵哦、喔，最贵是鲑鱼，最贵是尾鱼。哦，尾鱼最贵。苏菲尾鱼一块排价175，这最贵的。哦。啊，当然啦，排价是我们一般来讲是你一包购买。零售价。可是你不是买一包嘛？你一定，因为最重要是大家想象一下，因为低温宅配哦、喔，其实贵是贵在运费。运费对。大家一般宅配大概只要60-70块，对不对？嗯、可是低温至少200，对，200多块，确实。再来卖他再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啊，如果他蔬菜应该比较便宜吧？
蔬菜比较便宜，蔬菜一包排价50。那我们如果说，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包裹的卖法，哎，我单子拿出来，忘了。也许可以想象得到说，如果所以你们有没有帮消费者刚使用者的时候给他配一个？有，来这里有来，跟我看一下。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好，非常感谢中午给我们这个工商广告时间。对，来，那其实这个里面呢，它这边是它的单价，所以一包菜50块，大概50块，讲哇，一包菜这样50块。不过我跟你讲，50块，你说它贵，当然有点贵了。如果大家一般来，但是如果以吃健康来讲，其实还好。健康来说，因为第一个我们会用橄榄油去做的，我们不是让你一般外面自助餐，请问谁会用橄榄油炒菜？不要骗我，不可能，太贵了。哦，沙油才多少钱？是，对不对？那橄榄油，然后呢？而且它重点是它橄榄油，它没有被火蒸发，因为它就保留在袋子里面。所以你吃到都是最健康的，所以健康的代价质量比较高。所以它这里20组就是二十。就对对，它已经帮你配好，比如说我们有瓜仔肉燥2份，3杯鸡肉2份，急冻石谷饭，我们有石谷饭了，就是那种石谷饭，不是一般白饭，2包，然后白花椰菜，白花菜饭2包，素笋，然后藜麦毛豆2包，然后初榨橄榄的高丽菜、青花菜，还有水果丝瓜。还有鸡胸肉，苏肥鸡胸跟苏肥甜白虾，这样子原价本来是1570，特价就1256，大概打8折的概念。对，那其实这个还好，因为它有20组嘛。其实对，20组等于是一袋差60块到70块。对，就是看它里面的不同，因为你吃起来你也不说，假设叫我如果给你20包苏肥鸡肉，叫你从头吃到尾，你大概也不会高兴。对，所以一个调配的概念很重要。哎，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来。所以它相当不错。对，我们今天有因为许教授来，我们就有口福了。对，我们特别要吃一下这个。这个蔬菜，对，那这个蔬菜呢？我们刚提到高丽菜，通常它比较，我们看加热完之后它就解冻了嘛。我们把它拆开来。哎，请问一下，如果是说它订这个东西的话，它大概几天之内会收到？如果是在一般来讲，应该如果在比较远的话，没有，其实以现在台湾的物流水准来讲。其实三天不太可能，当天不太可能，因为有时候你订的东西可能会缺货啊，不定什么都有。是，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高丽菜，因为这高丽菜我个人觉得是最能吃得出差异的。来，哇，你看我这个，来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你只要知道看着我吃了。来，你先吃一块，你先吃一口，看你有没有脆，来，仔细吃一口，尝一下感觉，来，你们知道烤，有。你一般煮了高丽菜更没烤，不会嘛？听不到嘛？嗯，我吃一个看看，我有吃有。对，我烤的比你大声。很棒，不错。我们一般高丽菜应该是烂的吧？它还有酥脆口感。确实。这个真的是比较不简单啊！另外一个青花菜，今天中午我给几个同事看青花菜，他们第一个直觉。欸，它还是绿色的耶。对啊。青花菜通常处理完不好之后，很多绿色蔬菜煮一煮都变黄了。对，没有错。我们的青花菜还是青的。哦，不容易。不容易。那其实这都是归功于什么？苏肥法。所以苏肥法是一个很奇妙的做法，所以在我们的台式大火快炒的逻辑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吃健康就要吃什么？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花椰菜，来看一下。那花椰菜一样，花椰菜如果冷冻过后都烂掉。其实，来你用看，我们讲一下为什么东西会烂掉的理由，就是哈，确实的，看这个，应该说蔬菜为什么会烂掉，就是因为我们冷冻过后，我们里面的水分热胀冷缩，然后就会爆开，对不对？有人说这个蔬菜哈，如果是它，你说煮太熟，它其实里面有很多那种养分都漏掉。但是我们刚刚提到，因为我们是隔水加热，所以你看我们刚才养分全部都在这里，完全没有跑掉。这点菜汤，因为我们有个高丽菜饭，如果说你吃一顿饭2个菜，吃的不错。对，所以台湾目前这种蔬肥的这种做法哈，它的公司应该很少哈，不多。啊，如果在彰化的话是，基本上没有吧。彰化没有，就只有这一间。对，应该。不过现在以宅经济来讲，不管你在哪里，只要你冷链冻得到，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20包，它用一个冷冻箱，然后那个冷冻箱可以，你如果比如说，大家想到一个问题是，你不在家，请问低温冷送，低温宅配谁帮你送？对。啊，所以呢，你可以去，我们有跟全家便利商店合作，你可以去全家便利商店取货，他的冰从他的冰柜拿出来。
这样怎么样？所以要用这个，就是要透过全家的系统，全家的系统。哎，没有，我们点餐就可以选择用这个方式。当然，你也可以在家里取餐。嗯、好，那啊，我再来争取时间，再赶快开一包。所以你有这个它应该有个 APP 可以点餐吧？还是没有？它有网站，它的热一下，哦、对。哎，大家可以去搜寻它热一下，它就看得到它了。哦、那我现在开一包肉品，因为苏菲本身是为了肉品。你看，大家看到这个鲑鱼啊，这鲑鱼呢，它的肉汁在这么多，这些。嗯肉汁都，如果是平常你用水煮，对，已经融化在水里面了。那要把那一锅水喝光才有可能。哇，这个中午给同事吃，看起来好新鲜哦。鲑鱼，嗯，鲑鱼大家最爱，对，大家都爱吃肉，好吃嘛，又没有刺，又没有刺，又没有负担，对不对？对，来，把皮掀掉，来，很快，来，赶快，来，帮你切一块，谢谢，切一块，直接用夹的来。好，所以你看这个鲑鱼的颜色有没有很软嫩？有。会不会柴？如果大家用鲑鱼拿去用水煮，煮久也会柴。那鲑鱼会不会柴？不会，完全不会。它的肉质都还保存在这里面。这是我觉得这个苏菲法相当厉害的方法。那其实苏菲法其实感觉上苏菲法门槛没有很高、哦嗯、但是它也有一些诀窍。因为像蔬菜，以蔬菜来说，我们蔬菜，因为当我们讲要隔水加热，所以你一定要整个泡在水里面。嗯，也就是它不能浮起来、哦、你浮起来的话，上半部没有加热到，下半部走、哦，所以要把它整个压在水里面。压在水里面。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在开发的过程。包含说很多绿色蔬菜都需要一次做了，这是我们这个计划。当时这个文物公司在开发这个苏菲的时候，它有没有遭遇到一些困难？我想问一下。遭遇困难了，就一开始，比如说一开始你要怎么去做出那个口感，而且第二个是配那个，因为它已经调好味了。嗯。像我们现在很般，那怎么调味？对，我们一般，所以它的调味并不是炒完的，而是直接把。相关的，比如说它相关的配方加进去，把油倒进去，就直接去加热了、哦。所以它是最自然，它完全没有油烟、嗯。所以我们有位老师就讲说，腮腺炎怎么来？就是大家在厨房里面炒油烟很多，很多腮腺炎就变成是一个很，所以厨师很容易得到腮腺炎、哦，就是你的肺吸太多油烟。那这个没有油烟完全没有。所以我们刚才讲话的时候，我们的午餐就准备好，而且是热的，对不对？嗯、因为只要热一下就好。确实。对，那我们再加一个饭哦。那这个饭呢，我刚提到这是花椰菜米。花椰菜的那个一点点的白色的。那上面的削掉，就没有下面的梗也要切碎。哦，是。它就是一个饭的概念，可是它没有淀粉。对我现在不想吃淀粉来讲，这是我最好。所以它这应该是用机器切的吧？那当然了，你用手剁的，哦、剁到手断。我想这个贵吧？那当然。所以他说，花椰菜米目前因为它没有调味，嗯，因为它就是饭嘛。饭不会调味了，嗯，对，它就是白饭的味，没有味道，所以它是白饭的概念，所以把它加在这里吃。但其实它是蔬菜，对，要把它加一下，哎、要把它加在饭旁边，来，等我这汤匙没用过，你吃的，好，没问题，来，你要加这里，放这里，没有，要加一点味道，好，我们刚刚讲那个鱼的，对，鱼的味道都在这里面的，对不对？好，所以把它加来吃一下。那如果可以的，我们再加一点这个，加一点，因为这些都是营养，好不好？不要浪费、哦，来，加点，这样吃。哦、谢谢。哎，我再给你个盘子哦。可以。我盘子在这里，忘了。好，没关系。好，这个味道。然后呢，我们最后一样，三杯鸡。嗯。你说你一天吃，其实三杯鸡也一样啊。三杯鸡呢，就是加热过，就是因为三杯鸡你不可能直接倒进它变三杯鸡、哦，没错。三杯就真的要烹调过，再来做那个低温冷冻。好，三杯鸡。哦，三杯鸡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台式，闻一下，对，没错，哦，确实有三杯鸡的味道，它没有无高站塔，高站塔有啦，有啊，有九层塔，有没有九层塔还叫三杯鸡吗？我也不知道三杯鸡一定要有九层塔是？肯定的，来，吃一点，来是，来我们的饭，这样的饭应该留点给他才对，对，来，等一下，我发现我好像应该来，你那个太小了。哦、好，我把两个菜放在一起、哦好，弄一份给你来吃一下。好，感谢。还有待会我们的这个摄影大哥也看得很饿，不好意思，等一下好不好？等一下来，我们吃一下。我中午吃过了，来吃一下。好。啊，这个是我的。再加点菜，来，菜你自己加，来。好。好，你。OK， 好，来您自己吃吃看。你看三杯鸡，先单独睡在三杯鸡。昨天我叫了热水完了，然后我刚带的五包餐，我们一般在讲话的时候，我们就弄完一餐了，有没有很悠闲？
其实不错，真的是不错是。当然，所以说售价呢，如果你一次买20包，当然比较便宜。所以呢，我们这个计划最主要是希望做一个比较大型的储备机来做，哎，好吧。所以呢，我想这个难得这个机会把这个产品给大家示范，就是说你在家里面就这样子就很简单的处理掉，根本不用花太多心的，根本不用单一厨艺不佳了。当然也会讲说，其实我个人是觉得还是家里煮的最好吃。对，没错。啊，但是当你没办法家里煮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大概是这样。确实，如果是外食哈。跟这个比起来，其实这个我觉得还不错。健康。其实今天我是第一次听到有这个“苏肥”的这个字哈。嗯。那原来是觉得说“苏肥”是越吃越肥的意思，这看起来是太好吃的会吃太多。非常好吃，非常好吃。那如果各位想要查询这个资料哈，在网络上你看你查一下热一下热一下，它就会有网页，然后那里面有它的这个五木餐饮集团的这个它的各项的一个提供的服务。那上面甚至有点餐的系统，那你可以替我们做个系统，去稍微试点一下他们的餐饮啊。这个其实是中州科大的这个许春华教授跟刚刚陈相俊老师啊，他们的一个学界关怀计划哈的一个辅导的一个厂商。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学界关怀计划，让更多的在地产业能够受益，也让更多的在地的朋友。知道我们台湾其实有非常多非常好吃非常有用的一些产业，这些呢健康的产业呢在这里为大家服务。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在这场的直播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要到这个地方告个段落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欢迎帮我们点赞，帮我们分享。那再次的谢谢大家收看，我们后会有期，谢谢。